人头，问谁辨邪正，四大刑部是非功过猜眉头，知去未知是家痛，难将刀剑分敌友，只求命于你，奈何丧自由。一盏冷灯如流，难得片刻罢留，身心未可制就，何堪善念木头，牺牲本命为人谋，难分正邪皆杀手，还我原来真面目，浩然正气冲牛斗，披凡下边走，山盘添杯酒，上受惊，臣少大夫。诸葛先生，伤成点啊？禀告皇上，诸葛先生嘅刀伤反而唔系好紧要，最严重嘅佢就系身中剧毒。系，咁你哋仲快啲替佢医治。皇上，请恕臣医术不精，我哋根本唔知道佢中嘅系咩毒，所以无从下药啊。真系冇办法能够替佢解毒。皇上，臣等无能为力，请皇上恕罪。唉，朕万万不能就咁睇住诸葛先生丧命嘅。皇上，臣有一愚见，快啲讲。皇上可以速下圣旨，遍寻名医，诏谕天下，希望可以救得诸葛先生。丞相，假如传出诸葛先生垂危嘅消息，恐怕奸贼会乘虚而入。唉，朕不能咁自私嘅。请恕臣愚昧。皇上，请恕臣有辱圣宠。臣亦觉得传出诸葛先生垂危嘅消息，实在有太多嘅不利啊。好啦，朕就下一道圣旨啦。就传朕有名妃子染上怪病，访寻天下名医替佢医治。原来系你啊！你行色匆匆咁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我你揸住把咁嘅刀嘅，到底咩事啫？本来我同无为打算离开皇宫，从此就摆脱孔贵。点知一离开宫门，就发觉俾孔贵嘅手下监视，所以暂时匿藏喺京城。后屘点啊？直至到琴晚。我以为可以摆脱佢哋，点知一出城门就俾佢哋重重包围。
无谓为咗救我，就俾佢哋捉住啦。我而家就去救佢。哎，你单枪匹马，好危险噶。你都系跟我翻神侯府从长计议啦。你都系唔好理我啦，我一定要救无谓。你同我加埋啊，都敌唔过孔贵啊。你都系跟我翻去啦。如果我跟你翻去，咪好容易撞翻佢哋。你怕撞翻嗰班人？哦，唔系，不如咁啊，你先行翻去，我喺呢度等你，咁样咪可以掩人耳目咯。你一个人喺度咪仲危险？就算万一我俾佢哋杀咗，都有你同诸葛先生为我报仇啊嘛。我唔可以留你喺度嘅，跟我走。哎呀，有人追嚟啦！为了救无为，冇办法先咁做嘅啫。今次我哋做得咁干净利落，总舵主一定好满意嘅。既然话你唔单止个人翻嚟，仲带多一位名部添啊！冷血亦都系你哋想揾嘅人啦。冇错，多一个冷血，我哋更加好办事。不过，姬如花，你行刺皇上呢件事点样？你居然行刺皇上？虽然我未能够行刺皇上，但系诸葛已经中咗我一刀啦。我师父受咗伤，点解你咁做？只要诸葛一死。你哋行刺皇上就容易得多啦，而且而家我仲捉埋冷权，已经有两个名贵喺你哋手上。虽然我未能够完成任务，但系总算达到你哋嘅目的。武卫喺边度？姬如花，你做得好啊！快啲叫嚟总舵主，释放武卫。总舵主真系冇顾得你呢个女人。总舵主究竟喺边度？叫佢放咗武卫。放武卫？你翻得嚟太迟啦！姬如花，我怕老实讲俾你听，武卫已经死咗啦。佢死咗？我唔信，你呃我嘅。
你休息啊！無為佢死咗，個個都死。
休息下啦。估唔到姬姑娘今日落到咁嘅收场，你冇谂咁多啦。阿你又好想，我哋即刻翻去救师傅。你唔好理我啦，而家睇咁嘅情形，我只系会耽误时间嘅啫。你而家即刻翻去救师傅啦。你唔好再讲，我点能够留低你一个人喺度？你翻去救师傅啦，快啲啦！我已经决定咗，希望黄天武向师傅能够平安无事。咁都好，诸葛神猴受咗伤，咁以后我哋办事就好办啦。总舵主，我哋只要等埋十三杀手到齐，就可以行事啦。到时嗰个昏君就难免一死啊！系啦，我哋使唔使叫埋石幽明同埋司马方焚翻嚟？我睇佢哋应该已经处置咗姬瑶花噶啦。姬瑶花一定谂都谂唔到，无为已经俾我哋杀咗。禀告总台主，石幽明、司马方焚求见。传系。他们一定是有好消息回来回报给你知。参见总舵主。你们是不是已经将姬瑶花到无情处置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启禀总舵主，姬瑶花行刺不到皇上，但是他刺伤了。你这我已经知道了。是他刺伤了诸葛神猴，仲带埋冷血翻咗嚟。我要问你嘅系有冇处置佢哋两个？我哋被姬瑶花同埋无情走甩咗。岂有此理！总舵主，如果无情同姬瑶花走甩咗，对我哋处事可能大大不利。姬瑶花走甩咗，咁冷血到无情，唔单止知道诸葛神猴已经受咗伤，仲中咗毒添。话唔定佢哋会挟持姬瑶花翻嚟同诸葛联商，因为姬瑶花系精通医术嘅。总舵主，为今之计，我哋马上入去神猴府杀佢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咁我哋就兵分两路。第一路，我哋派人出京截杀回京嘅四大名捕；第二路，我哋直杀神猴府。记住，我哋呢次嘅行动嘅关键就系一个快字。总舵主，请允许我同莫三级级出京城截杀四大名捕，将功赎罪。好，不过无论你哋截杀成功与否，你即刻赶入京同我会合。系，石幽明，你就跟随我，速速召集各路杀手，直杀神猴府。知道。
咁早啊？系啊，铁手兄，你啲武功咁好，竟然只点小弟两招啊？好，等第日得闲啲，大家切磋下。好啊，我多谢你先啊。唔使客气。大人你嘅信啊。我突然间有啲紧要事。要即刻趕返京城，剩落嚟幾件案就交俾你辦。啊，交俾我辦？我未接過咁大件案㗎喎。事關重要，我非走不可。俾啲心機做，你得㗎。只要你同我醫好一個人，我多多錢都俾你。老夫行醫濟世，並非貪圖小利之人。係啦，請問呢位大哥，你要我醫邊一個啊？你要同我保守秘密。哦，你即管放心，我绝不缺人阴司嘅。我要你依个人系四大名捕之一，无情。无情？系。哦，四大名捕名闻天下，为国尽忠职守，我又岂人见死不救呢？我哋快啲起程。快啲，大师。大师。冷血，我留下只会耽误时间，请速回救师父。大师，大师，买晒一啦！买衫！你哋唔信我系嘛？开俾你哋睇。啊，买衫！三！系咪？系咪佢啊？杀晒翻嚟！杀晒翻嚟！买啦买啦买啦，再买过啦又。系今次上啦。买咗衫。买咗衫。好好好。我唔信，唔开心。
由朝飲到晚，乜嘢就諗住飲曬啦，做咩揾咁多酒嚟招呼你啊？屌住！我冇酒點做嘢啊？你飲到咁醉，一陣間點爬攤啊？呢啲係我嘅事，快同我攞酒嚟。咁啦，你攞錢嚟，我幫你去買啦。阿成，我而家冇錢啦，你幫我出住先。同你出住先啊？我都冇錢喺度啊！幼稚，我叫你幫我買酒，諸多推搪，你咪想我打你啊？我係冇錢喺度。師傅，師傅，咩事啫？我要飲酒。咁你唔去攞？我哋呢度係賭館，又唔係酒樓，邊有咁多酒俾佢飲啫？去買啊嘛！我師傅冇醉飲唔得噶，快啲快啲！哦，做唔去？師傅啊，對呢啲人使乜咁怒氣喎？我有嘢話俾你聽啊，好緊要噶。梗係喺出邊又闖我啦。唔係啊，十三殺手入咗城啦。十三殺手，師傅啊，你幫我睇住檔嘢啊！如果佢哋嚟踢館啊，十三個人我頂唔順噶。邊個話俾你聽？你嗰個金彪同油髮咯，呢兩個牙差講嘅嘢啊，好靠得住噶。師傅，師傅，喂，師傅，你去邊啊？你唔係同佢哋比武啊嘛？咩十三殺手啊？我唔識。喂，師傅，咁你去邊啫？想不到你，你扮成咁样，究竟想点？我唔系咁，点会引到你出嚟？睇你样咁老道，唔使谂，都系日日杯不离手噶啦。呢啲系我嘅事，唔使你哋理。你知唔知道，师傅佢受咗伤？你知唔知道佢老人家几希望我哋喺佢身边？所做嘅一切一定系师父安排嘅，你唔使呃我，我点都唔跟你走啊！到今日咁嘅地步，你仲讲呢种笑话？唔理点讲都好，我一定唔跟你走啊！最尾，我知道我讲唔服你，但系师父交代我。一定要我带你翻嚟，对唔住啦！你点解唔走？你就算打死我，我都唔会跟你走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我都带你翻嚟。如果你系都要带我走，你要带我条尸走啊！你。算我求下你，希望你念在师兄弟份上，你跟我翻学见师父得唔得啊？如果你仲念我哋系兄弟，咁我劳烦你，你同师父讲一声，我点都唔再翻去啊！咁样说话你讲出嚟嘅，十几年嚟养育你、教你武功嘅系师父，令你成为名捕嘅又系师父，而家只不过。是叫你快去见佢老人家，你都唔肯。我同你讲声几咁容易啊，但系你欠师父嘅恩情，我唔能够代替你去报，要你自己去还。我欠师父嘅，我迟早一定会还。至于明报要去啊，
我终于放弃了。如果你要讲嘢讲完嘅，你就马上走。你赶我走，哼！如果唔念在师弟份上，你想我理你啊，都几难啊。呢个。我走，哼！如果唔念在师弟份上，你想我理你啊，都几难啊！边个？师傅，系我啊！你出边鬼事做咩？我惊你俾十三杀手暗杀，咪跟住你咯。你走，师傅。你系佢徒弟啊？你听唔到嗌佢师傅嘅咩？咁唔系徒弟系咩啊？呢啲人，你好认佢做师傅嘅？你又系咩人啊？我认佢做师傅啊，关你咩事啊？头先你咁大声闹我师傅啊，我已经忍唔住噶啦。如果唔系睇在师傅份上，我已经教训咗你啦。你个黄毛小子，我本来想好教训你，念在你年幼无知。你又冇啲事，走！我话你先至无知啊！你知唔知阿师傅系边个啊？佢就系鼎鼎大名嘅四大名武之一追命啊！你咁对佢无礼，哼！话你无知就无知，呢种无情无义嘅人，你都认佢做师傅，佢教得你乜嘢啊？细路，大眼识人啊！师傅，你话呢个嘢把口几衰啊？我一定要帮你教训佢。等阵，你听唔到我叫你走咩？师傅啊，你忍得我唔忍得啊？有咁嘅师傅。
把刀真的有毒。朱国先生，当负性命歌，天下震惊，弹指千里取人头，问谁辨邪正？四大名捕是非功过猜眉头，知去未知是吉凶，难将刀剑分敌友，只求命于你，奈何丧自由。一盏冷灯如流，难得片刻罢休，身心未可制肘，堪是面目丑，牺牲本命为人谋，难分正邪皆杀手，还我原来真面目。